张小静，前十年西域兵，九年不良帅，狠辣毒绝，杀人无算，方称武尊阎罗。如何防范他逃脱涅槃？没办法。天宝二年九月初，狼卫首领及其部下悉数在西域失去踪迹，恐有大谋。我要你办的事办成了可活，办不成在死牢里安享一日三餐的机会都没有。除去了护犊将领长安，我办事不讲规矩。到底想要什么？ Like to watch people making choices。 再过半个时辰，如果没有任何线索，哪个王八蛋也救不了长安。张小静，你是公正，千万别选择。该你了。我的确不能免你死罪。李毕今日只想保长安。证明给我看。你骗我。张小静也可以。今日之事，也不再是捉一个狼卫这么简单。我要走，也拦不住我。这世界很酷。